三二一，对，这是汗滴和汗滴在桌上啊！汗滴和下。雷字呼吸，一字行。哎呦，真的开了嘞！你有割到我的摄影包包，哎呦！而且第一眼就是摄影包包，你差点都会。差点把我摄影包包割破了。我把我摄影包包的袋子割破了，但是摄影包没割破，所以包包的一字行厉害哈。等下下次就割破了，预备，三二一。淘宝买的，对，相机包971块，我们这边运费就要那个了，它快2公斤吧，这运费就要100多块，快200块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摄影包呢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可以从后面开，因为上次爸爸去拍那个国际太空站的时候，不小心把 LCD 压碎了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所以觉得还是买的相机包好。它这个是可以让你自己调整。哇，这个镜头太大了，可能不好摆。所以要这个朝下。朝下会有问题吗？不会啦，主要要保护的是镜头。哇，我的镜头的那个头太大了，我再看一下怎么摆好了。应该要镜头往上摆。镜头往上也是可以啊。对啊，这样比较省空间，收纸。Hey, Hello， 您好，你像我看有没有入到收纳，就是您竟然不知道。就是其实有入到我们。有啊。最高界限是哪里？最高界限是蜥蜴的头顶。对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子摆好也可以啊，来。971 OK 啦，运费大概200块。然后呢，它这个还有附几个小可爱。这个小可爱呢，他们把它拆起来，小伙子就可以做收纳格式，像这样。好，就这样做一个格式，这样子吧。我真的先拿出来吧。中间点，你中间，我的位置，我和你的中间，哎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的话，这边还有个可以小收纳，可以把一些什么保护膜，要是露半只，啪！就是说你的空间
比较多，保险比较。这边可以先抓水壶，热了。好，然后呢？我在干嘛？好，这里的话，这边还有个小口袋，放着手帕、擦擦汗。哦，这边是放相机的。哇，哇，它可以连通哎！哎，对，它可以连通到那个。这是啥？它连呢？它连通到那个我们腰带上那腰腰部的绳子。哦，警察贝贝，警察贝贝，你可能想到警察贝贝。记忆卡啦，可以放你的记忆卡，你可以放健保卡哦。太小了，它前面还有一个，前面可以装第二个，前面可以装第二个相机，前面可以装脚架，这里脚架太大了，这里好像可以看，卡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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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。等一下，这边都卡掉。好，开始吧。我说开始就会 OK 哦，开始就 OK。重力很大。好，这里的话呢，前面可以放脚架。哈，你说没有收纳空间？不信。好，我证明。这里把这个脚架的脚胶收进去。蛮重的呢，这两公斤了。